就要赢得快，千万不要让 Dashi 发挥出他的这种魔功。现在比赛开始，由 Dashi 开始发球，边的跑动甚至于大幅度的左右移动的同时， Davenport 是容易失去信心的，也容易失去重心。前不适的不顺的这种球风给踩住刹车。好，终于拿到了第一分。Dashi 呢仍然是拿着两个破发点，那么 Davenport 可能是在本年度的比赛当中呢是心态累的，因为他主抓住了上网的机会。很好，上网的这个 Demo 的看准了机会，对方哎漂亮，当你越往右边闪身的时候就越容易打出偏左边的角度。 Demo 终于呢是开了张的精神优势所在。漂亮，哇，这个球打得也是相当的有水准，也是利用领先的幅度扩大就更有机会，否则的话被追上来是不利的。漂亮，这是一个上网看准的机会，一个在比赛中杀出来的大黑马 Dashi 呢现在是遇到了麻烦，在第一盘的比赛里呢是这是直接的接发球抢攻，把球打漂亮，这样呢又拿到一分，30-0。Davenport 也是打出一个好球，接发球两次抢攻得分，看会不会越来越顺手。对，他有两个破发点现在。上网的 Davenport 抓住了这次。我想这个球是等太久了，等到球都要凉了，他还没有出手。其实应该再往前推进，在更高的地方出手。哇，这样。前轮打的这个中断太多了，他在女双比赛当中也已经杀入到了半决赛。你看到他左腿上缠到纱布，对手希望不得分的这种机会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相对的也就会打压到对手的信心。又是一个大角度的发球，克制了，保住了发球局。目前 Davenport 是必须要追平，而如果不能追平，但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呢，还是站着非常主动的位置。救回了这个破发点，但是呢是如果左脚疼痛的话，在发球的同时也是没有办法提供自己足够支撑的，这也是 Davenport 也可能是他怕 Davenport 发动攻击，所以想把第二发球质量提高，因此给带给自己更多的风险。非常的漂亮，这是当随球上网之后呢，发球很有力，对手基本上是没有还手之机，所以这是一个好选手，他们在这方面是有变化的。这样当的也是漂亮，但是也是非常的具有
攻击力的，看到机会也绝不。打得太保守，对自己的信心是会打折扣的。漂亮，这是加入刚才的在第二盘是有很好机会的，只要能拿下第二盘，第三盘我想在气势上或者是攻击火力上绝对是处于优势的地位。非常的漂亮，单手位的一个直线打得很，漂亮。刚才我们看到单手可能是随球上度的抢救，这个球打的也是相当的聪明，深度会比速度来得更重要。丹佛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他发球以后直接把丹佛而言，我想如果要取得这一盘的胜利，甚至于这场球的胜利的话，我想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抢攻。对了，这个来得更重要，因为当你的下盘不稳，你上面的部分再厉害都没用，因为不稳的情况下一定会犯下失误，所以他的这种韧性很多时候是会制造敌人紧张的。这个球发的质量相当的好，可是丹佛回的质量但是这个球打的是非常的聪，对，可见他平时练球的时候有多刻苦有多认真，所以是训练有素的一位选手。这是反手位控制好了自己的，非常的漂亮，本来都以为是没有机会了，40-30漂亮，这次的这个机会呢不能再放过了，更多优势，偏偏今天到目前为止是失误太多了一些。非常的漂亮，这是一个正所谓的一个 30-40非常的漂亮，接发球破了 Dashi 的发球局，目前又有了发球的优势。这里到这个球发球之后呢 Dashi 就上网，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可以成的是 yes 关键的时刻 demo 这个球放倒放的实在是不够聪明，完全的让对手漂亮 advantage 这件失误的牌，这样
2-0 Davenport. Davenport 保持着。你看到了，但是他抢球能力很强，不过刚才这个球呢是。这样的是一个双发失误，将这代价的，希望他的左边大腿的伤痛没有状况。非常的漂亮，就是在领先的地方还有一分的优势。40-15。对，但是又是凭借自己在发球方，他的对手 Dashi 呢，在大满贯赛事当中最好的成绩。15-0，这就是一个在攻击时的很多困难。非常漂亮，正好打在了 Dashi 身上，就手一个反拍。一下，没想到一个垫步 ，Dashi 把球打在空档，让 Davenport 有机会的。只有一个。漂亮，再次是利用发球的一发的成功率之后。这个球呢是卡在网带上，突破成功，目前是 Davenport 4-2领先。哇，真的非常漂亮，这个 Dashi 其实他在是。接近50次的数目字，实在是一个太让人感到失望的数字。就看谁在接发球时更能突破对手。Dino 遭到了影响。40-40。哎，非常的漂亮，加速这比赛主动的局面。这个混乱并不会是一个好现象，而且刚才这个不安定。对于但是这样的球手绝对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。这个发球距离现在还是40-0。漂亮，这个球应该是砸在了线上，就要让我面对三个赛末点。哇哦，这是呢，这是在这个2小时40分钟的比赛当中呢，最终的世界排名第一的 Davenport